全台大停电，大家一片哀嚎，但王子却晒出这组照片，引发热议。他在脸书发了跟好友宇宙的四格合照，写着原本停电了，突然又来电了，还放上灿笑的表情贴图，一语双关，让大家瞬间被填爆，直说这对 CP 很可以，大喊情缘地在一起。有网友就秒发现，王子真的很喜欢这种暧昧的双关语。是说王子自从跟邓丽欣分手后，仅有跟一起拍戏的郭学福传出疑似假绯闻，粉丝们都非常期待他再有新恋情。这次晒出跟宇宙的做事亲嘴照，又让粉丝们暴动。不过王子立刻在 IG 粉碎大家期待，虽然放上一样的照片，但却写着要大家猜猜看他们要合作什么。宇宙也在留言区说，该不会是 BL 剧，直接认证两人是兄弟感情，直接没有爱情啊。只是朋友，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